好，同学好，蹦好啊，好，赶快先看一下你的。用这个降E调，没关系，尽量尝试一下。这个其实哦，这个像这个这边可以转二指琴啊，就是你不要一指琴这样很远的、啊，有没有？这个其实就等于这个嘛，这个二指琴这样子很近的、啊，就一。这个等于说是，一转二是这样的，这个可以把它当做，虽然是 A minor 对，比如 C minor， 因为这个等于这个嘛，所以这个可以很方便的、啊。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答滴，哒啦哒，哒啦，滴答滴，哒啦，哒啦，哒啦，滴答滴，哒啦。对不对啊、哦？小燕上来了，就是这个，我上次讲过的，就是用降E调弹的，降E调弹，学学降E调是不错的，这样，然后自己要练习一下的，这样子，不要这样都在上面，太大了，而且会手会碰到。
后用这首歌来练习有蓝调的味道，这样这个蓝调音符，所以你尽量常常加这个，还降E调几个，降E调几个，五声音阶啊。这样就比较好玩了，对不对？加个那个，所以要常常练这个降E或降B调也是一样。降B调当然你首先要把这个降B调的音阶就这几个五声音阶啊先搞清楚，然后呢再来一个发的音，在发的音跟吸的音在这边，然后蓝调音符在这边跟这个而不要这个像这个练那个古典的哆来咪发，不要这样练，因为你练完之后也没什么用啊，每次都是哆来咪发这对对对对这样的不好，降B调，这两个调降E调降B调。好，我们现在啊在蹦蹦还有另外一片，我看。